特斯拉和特斯拉车主或将迎来重大利好。在上周五，工信部发布了一个新规的草稿，叫《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》，正在征求意见。这份指引主要更新了一些规则细则，例如哪种情形属于数据出境行为，并且给数据出境制定了路径规则。另外，对数据和算法的数据出境都明确了出境要求。文件长达29页，就不一一说明了，在这里只提几个关于数据出境安全的重点信息。首先，被列入国家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汽车研发设计文档、技术开发源代码等数据需要经过申报。第二，产品测试中的标注场景数据、仿真场景数据和测试场的数据也可以出境，但是对数据得做出明确的规则判定，例如车外人脸的边界框像素、车位真实号牌的边界框像素等等。规模要求呢，是超过10万台以上的数据规模。自动驾驶数据同样也可以出境，但是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则要求判定，比如说你的信息能否推算出军事管理区、国防科工单位等等敏感区域。可以说啊，这份文件给汽车数据出境制定了详细的规则，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引导规范汽车整体的数据处理，更高效、便利、安全地开展汽车数据出境活动。如果自驾数据能够出海的话，那么特斯拉将首先成为获利者。特斯拉 FSD 在今年年初入华，但受限于本土化训练量不足的原因，表现其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特别是对于国内交通环境的理解。但是特斯拉的数据无法出境，在本土又无法建设超算中心的情况下， FSD 确实有点进退两难。倘若经过脱敏后的数据能够出具于 FSD 的训练，那么它的表现一定会日益变强。